一包、两包、三包、四包、五包，一箱总给你们发五包，平均一包是100克，想给他拆两包看看里面。嗯，哎呦，这也是带密封条的啊，保鲜的。这是一包，再来一包。这款果蔬脆是我最喜欢的一款啊，也是最贵的一款，因为它里面的那个果蔬的品质特别高，里面都带那种特别少见的猕猴桃啦或者菠萝蜜那种的啊。胡萝卜，我最爱吃的是胡萝卜，在咸蛋里。嗯，红心萝卜，好脆啊。来一个秋葵，里面是干的啊，这是正常果蔬脆里面有的。芋头，香蕉片，鲜蘑，我也爱吃鲜蘑，菠萝蜜，紫薯。